什么样的掌纹，都能够握住需要你的手。不管面对多少挫折，都能在逆境中找到出口。张开双手，别再紧握拳头，生命的线条掌握在自己手。你讲来讲去吼，拢讲到阿成啦。啊，咱四个查某囝咧？哎呀，后生查某囝唔同款，拢是咱的囡仔，应当安怎做就安怎做啊，对无？啊，咱阿妹咧？这四个查某囝，拢是咱的心肝宝贝。也毋过，只要阿妹哦，一直乖乖踮伫咱的身躯边，平平安安一工一工啊过。安尼咱嘛较放心啊，对无？啊，伊若想要嫁咧，就算要嫁啦，嘛要嫁伫咱家附近。只要咱逐天看会到伊吼，安尼我嘛较管欢喜啊。是毋知吼，是毋是有迄天啦？唉，慧珍哦，无论是敢有即一天啦，只要咱个牵条条。莫互去台北就对啊！对，不管吼伊安怎讲，咱就是吼袂用答应互伊去台北啦。阿爸，阿妹啊，阿爸，阿母，阿妹啊，啊你这个时间不是咧美容院，你来走出来？阿母，阿爸，我已经甲美容院内生讲啊，讲我要离开。哈？你是咧学白讲啥？啥物离开啊？你别离开，阿妹啊！你明明知我甲恁阿爸绝对袂答应，互你去台北。你即摆是咧甲阮耍笑是？我讲袂用啊，就是袂用的。阿爸，我知影你疼我，才会唔甘我离开厝里。啊，不过我一定要用我即摆的微生命去完成我的理想啊！阿母，你听我甲阿爸讲啦。我讲袂用的就袂用的，什么人来讲拢无路用啦。阿爸，阿母，阿妹啊，我叫你答应我，跟我去台北好不好？阿妹啊。你明明知道你是什么命，你真正爱让阿母烦恼你，你还一走就走遐远的所在，阿母要哪顾会着？你万一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叫阿母是要安怎？袂啦，阿母，我袂有代志。你看我这几年敢是活了好好？可是讲，我的性命。才长久性命才这么短，我是不是更加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愿望？
阿爸，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我求你答应我，我去完成我的心愿，好不好，阿爸？阿妹啊，我找恁阿母。阿爸，我知影你疼我、惜我，才会这么保护我。不过你想看卖，可是我这世人，什么拢无去拼看卖。无一日你会当照顾你家阿母，嘛袂当报答你，安尼我感情就不好诶。可是我的人生，就安尼戆戆当到生命结束迄一天，我是不是嘛顶让恁爸爸生落来，我嘛爸爸怨你这人世间啊？阿爸，我拜托你。你答应我，我要去台北，好不好？阿舅，阿母，是我啦，我可以上台北嘞。真的啊，你可以来台北了。嗯，阿爸阿父已经答应让我去了。哎，那你要赶快帮我问美容院的工作哦。好了，包在我身上啦，反正还不简单。啊，对了，啊，你哪一天要来台北啊？嗯，我最近还要参加学校的期末考，等我考完试、办完休学，就去台北找你。好好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明天就去帮你问工作。谢谢二姐，那我再打给你哦。再见。我打算趁暑假的时候先上台北把工作稳定，然后再找一间台北的高职继续念夜间部。我是不会放弃念书的啦。可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继续当同学了。一日是同学，一辈子都是好朋友。对啦，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你要去台北追求你的梦想了，所以好朋友不可以不开心，要给你最大的祝福。谢谢你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哦。只是我原本在幻想我哥可以追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变一家人了。可是现在你要去台北了，看来我哥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喽。哎。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啦！我是说真的啊，我真的觉得我哥好可怜啊。他说啊，他写了好多封信给你，哎，你都没有回。就算啦，是当做一个好朋友的关心和鼓励，你写一封信给他，也没有什么啊，对不对？真的觉得我哥好可怜啊。哎，真的很对不起嘛。这阵子我哥结婚，家里很忙。我又因为要不要上台北犹豫不决，心都定不下来，所以才……哎呦，我没有怪你，我知道你很忙啊。金碧，我不是不喜欢你哥，只是我没有资格。姐，这件是我最喜欢的裙子，给你带去台北。不行啊，我怎么可以送你最喜欢的裙子？我最喜欢的东西当然要给最好的小妹啊！快点拿去啦！谢谢三姐。
二姐那边呢？联络怎么样？嗯，我已经跟二姐约好了，她已经知道我的车次，会去车站那边接我。那就好。哎，啊大姐嘞，她知不知道你要去台北，会不会来接你啊？大姐最近比较忙，而且她那边离二姐比较远。二姐说等大姐有空的时候会过去看我。大姐没空最好了，不然哦，她跟妈一样最爱念了。到时候你去台北，什么事都要被她管，就不自由了。不会啦。哎，你去台北的时候啊，要好好学，好好做哦。到时候我都可以放假去台北找你玩，你就要休假陪我哦。好啦，阿珠啊，哎，你哪几天就想要佚佗啦？哥，那就早回来。对啊，今天去早上班。哥。对啦。阿妹啊，我拄仔吼去庙诶，甲你求一个护身符，互你挂保平安啦。多谢哥。哦，爱遮尼好，我嘛袂。啊，不是要去台北啊，手剩遐长，你要提啥啦？我若有闲，嘛会当去台北找阿梅啊。你去找阿梅哦，只是去佚佗，你叫是我唔知哦。你都跟阿上听阿梅啦。嘿啊，你唔知你哪样遐偏心哦。阿梅啊，阿兄哦，给你求这个护身符，小你挂咧身躯边，一来哦保平安，啊二来哦会当常常想起阿兄啦。以后啊，不管咱离偌远，我希望哦，咱兄妹仔感情，咱亲像即马同款，遐尼啊好，拢袂改变。一定的。阿母定阿咧讲啊，讲我细汉叫宋明生讲过，伊讲我会当食到八九十岁，啊你即马要去台北湖手卖啊嘛？安尼阿兄哦，后摆若是食到七老八老，头上白苍苍，阿妹，得靠你哦，加说倒啊。好，一定没问题。还个少年的哦，哈。哦，即马就咧讨论真尼好认真哦。哪有啊？阿妹，到时阵我嘛袂哦。好，一定爱你装水水。阿兄，即马好，我就来甲你说道。别冲啊！别，别吵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别。阿妹呀，来，进来吃甜汤。阿母昨昏煮给你吃哦。好，你先等下，我等你吃。好厉害，别出门啊，搁咧吃。阿母啊，阿人想要替你加做一挂代志啊。别啦，你今仔哦，啥物代志拢免做，坐来听阿母讲话就好啊。好啦。你骨盆哦有受过伤，医生有交代，免去徛伤久。你若徛伤久哦，腰会痛。你即阵去台北，工课免去做伤忝哦。家己，莫让我照顾家己，知无？我知啦，阿母。阿爸。好啦，明仔就要去台北啊，行李拢款好未？出门伫外口，不必伫个厝内，万事要小心哈。我知啦，阿爸。先去了较早，惊无多甲你饲大汉，是来甲你送去予别人，我干脆无甲你送出去，你只好多。陪伴阮身躯边这个一年，阿哥，你也是要离开了？阿爸，阿母，多谢你教我饲到这大汉，给我机会去台北，我一定会认真学，把功夫学起来，好好报答你。好，
这个钱给你提来，出外吼，需要买物件较方便。唔免啊，母，我有啦。你啥物有？你逐个月拢寄薪水给阮，你哪有钱？你出门本来就爱买东买西，收来收来。唔免啊，母。你若唔收来，阿母要生气哦。好啦，阿妹啊，阿母叫你收起，你就收起，吼。多谢阿母。那恁真乖。一碗甜汤哦，来，给你了。给你吗？你以后若要，若要吃阿母煮，都无遐简单。陈家的祖先，我今天就要上台北了，请你保佑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都能够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去台北工作是要赚钱回来家里，不能再拿家里的钱了。阿梅。阿母，阿母，这钱给你哦，你就收了，出门三不变。妹啊，阿母跟你交代话，你都要永远记在心肝底哦。你若无好好跟你照顾身体，好跟你受苦还是破病，阿母是会总去台北跟你硬拖回来，永远都不爱再给你出门。有听到无？阿母，你已经把我饲到这么大汉了，现在我要去台北赚钱，我不能再拿出来的钱了，钱你留在银行。你若不收了，你就别跟我去台北。阿母，我知道你最疼我，我要去台北，你跟阿爸拢就不甘的。真正就不好哎，我嘛想要一直黏在你跟阿爸的身躯边。好啦，阿母知啦，总讲一句，你爱好好保重，做啥物代志拢要靠细你，会使无？啊？好啦，阿母，你慢上啊，我来去啊。会记得阿母跟你交代的话吼。先聊好，连长放我一天荣誉假。啊，对了，哥，哥，
你哦，现在赶快去车站送姜母鸭啦，他今天要去台北哎。他今天要去台北？对啦，你赶快去啊！再不去哦，他真的被别人追走了。太棒了！快点快点，要小心啊！陈秀梅，我要见你一面，我一定要见你一面。有没有追到姜母鸭？有啊。那你们说了什么？我们其实没有说到话。我追到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，我只好在公车后面一直追，我还拼命大声喊要他写信，我还比写信的动作哎。只是我不知道我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听到，还是他了不了解我比的是什么意思。哎呦，你不要想太多啦，姜母鸭她的想法本来就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样啊，就连我常常也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哎。也许她现在真的没有想到要谈恋爱的事，所以你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啊，会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会想逃避。你说的我都知道。我就是喜欢像她这样很上进的女孩子。其实我并没有要给她太多的压力，我也没有要她现在就点头答应非当我女朋友不可。我知道她现在为了她的理想在奋斗，一个奋斗中的人，她最希望身边有一个朋友可以支持她，可以帮她加油。其实我很乐意当那个永远支持她的朋友，所以如果这次他回信给我的话，就是他也愿意由我来当他男朋友。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只有等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自己了，不管这次他回信的结果，他愿不愿意让我当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朋友，那都不要紧，因为我这辈子我会永远支持他，我会给他无限的鼓励还有力量。哥，你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喜欢姜母鸭哎，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啦。
爱情真是折磨人哦。走路看路啦，台北吼车子很多，要小心啊。二姐，台北跟我们乡下真的差好多，好热闹哦！我早就跟你说过啦，你要学流行的东西哈，没有来台北是怎么跟得上人家啦？嗯，好，你不要一来就一直看啦，那么多车子跟房子哈，你以后要继续留在台北的，留着以后慢慢看。啊，对了，二姐，我要去工作那家美容院，你帮我问的怎么样啊？不用急啦，工作的事情哈，我们明天再去就好啦。啊，你坐那么远的车子来，肚子饿了哈，知道一间很好吃的面摊哦，现在就带你去。不过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晚上可以先去看看的话，也不错啊。不用啦，我晚上哈再帮你打一通电话给那老板娘，跟她说一声就可以啦。哎，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不先喘一口气休息一下？好啦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哈会先经过一间鞋店。啊，二姐哦，再买一双新的皮鞋送你，当作是你来台北的礼物。不用啦，二姐，不要浪费了啦。怎么会浪费？送你鞋子哦，也是希望你来台北以后可以平步青云，步步高升啊。谢谢二姐，走啦。喜不喜欢？嗯。好喜欢，好漂亮哦！谢谢二姐，喜欢就好了。赶快收起来，我们准备吃面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哇，好香哦！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肚子饿了哦。嗯。哎，二姐，我们等一下吃完面，是不是可以先去那个美容院，让那个老板娘看看我啊？哎呀，阿美啊。不要那么急啦。不是啊，我是想说，你不是说你跟那老板娘没有很熟吗？那我怕我只有在乡下学的技术，人家会不想用我。先去给她看一下，我比较放心嘛。不用担心啦，虽然说我跟人家真的交情没有很好，不过我对你有信心。你看看你，嘴巴那么甜，人又聪明，反应又好，根本就是人见人爱嘛。这不管是台北还是乡下，都是一样的啦。放心啦，赶快吃面。出门一天尔，都咧唔甘啊！啊，你若逐天安尼想落去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啊？你还佫敢讲？讲啥要做啊乌面的，绝对袂用个顺伊。啊，结果咧，你敢有坚持？啊，你也要怪我？哎，这人哦，是咧送出门的呢。啊，啊，你即马是咧唔甘，咧唔甘落辛苦。跟你讲，我才平常跟你讲嘞。好啦，你要想做，你去想啦，看有法度把恁查某囝想倒转来无？一定是阿妹较会转来。喂，阿母，是我啦。阿妹哦，我就知一定是你卡来。哦，你若搁唔卡来哦，我真正要拼来台北。阿母，是的啦，啊，我到台北了后，二姐就带我四界去踅踅，啊，毋着去食物件，到即摆才到厝，毋只即摆才敲予你。我一路拢足平安的，你毋免烦恼啦。哦，所以恁二姐啊，还袂带你去介绍迄间店啊？二姐讲毋免遐尼着急，讲明仔载才去就好啊。对对对对，免遐尼着急，免遐尼着急，哈。阿妹啊，你叫恁二姐来听电话，我要甲伊讲话。哦，好，你稍等。
二姐，妈要跟你说话。哦。阿母啊，安怎？阿婷啊，阿妹今嘛吼在台北，你俩足细里啊，甲照顾的哦。会啦。我今嘛认真咧甲你讲，唔是甲你滚生笑的。阿妹若行到倒，你都爱跟到倒，啊，唔通带安尼四界爬爬走。啊，更加吼，袂用互因感冒啊、破病，啊，有听到无？阿母啊，啊，你当作是抓狗的哦。你较细声哩啦。今嘛我讲话你听就好，莫应声。慢慢后面知影讲，我甲你讲者，你知无？好啦。我问你啊，啊，你介绍迄间店？会有问题无？啊，人敢要请伊？当然无问题啊！啊，你连这嘛无相信我啊？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吼，人若无要请伊，就莫勉强啦。母啊，为什么要安尼啊？啊，人若无请伊，就无头路，我得叫伊回来啊。母啊，安尼敢好？即摆是听你的，是听我的啊？你俩像恁即摆大汉啊？基本都要靠牙豆饼啊！你，你嫁出去吼，我唔管啦。阿妹还袂嫁的呢，阿母想要安怎就是要安怎啦。我安尼交代你听到无？好啦，知影。我跟你讲的这话，你千万袂用让阿妹知哦。好啦，二姐。阿布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，还一直跟他说好？没有啦，你也知道阿布这个人吼，有怪他烦恼的啦，就叫我要好好跟你介绍工作，不要让你白来台北一趟。啊，结果吼什么都没学到，啊，我才一直跟他说好啊。阿布真的很了解我哎，又这么关心我，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学，很认真的做，证明给阿布看。让他知道我来台北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阿美啊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啦，明天那个美容院老板娘如果说你不适合，啊你就没有工作了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就要回去乡下啦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下这个决定来台北啊，就一定要把我想要学的技术学好才行，而且不止学好，我还要做的比别人更好。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回去给阿爸阿布，如果没有这样子啊，我绝对不会回去的。还没跟二姐约时间呢。你放心啦。你若看到吼，就一定会介意的啦。我小妹吼，虽然只学过半冬啦，啊，不过伊人真巧呢，啊，反应够好，学啥吼，拢比别人较紧啦。啊，而且吼，薪水嘛袂计较啊。是啊，遐尼好的人才吼，是要倒位找啦？不管哦，你就是顶下用伊就对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遐阿母若是讲硬要甲伊带转去家己吼，我就上对不起伊啊啦。嘿啊。安尼讲，遐济啦。谢谢。你叫阿门是无？嗯。啊，你学做头鬃学偌久啊？我学半年啊啦，啊基本的工课我拢会晓。哦。啊，想讲每一个师傅所教的拢无同款啦。啊，你拄来遮做工课。就爱对阿妹啊开始学起，薪水嘛无济哦。袂要紧啦，只要会当学着手艺，薪水偌济拢袂要紧。你若肯学，我当然肯教。啊，想讲阮店的哦，生意足无闲的啦。啊，阿妹啊的工课哦，真重哦。只要头家你肯给我机会，我唔惊做啦。安尼真好啊。啊，我有规定店的员工吼。大家拢一定爱住喺店的宿舍才会用的。是啊，佮要住做伙哦。有困难是哦。无啦无啦，无问题啦，住遮就好个啊。安尼我当做较济工课，嘛当较省钱啦。对啦对啦，我就是安尼想啦。
卡算若无问题，你用个先回去甲行李看看嘞，啊后礼拜选一天啊，你就能搬过来，迄当阵开始上班。卡紧娘，我今仔就当搬过来啊。真正哦，亲像恁姐所讲的，得人疼的查某囡仔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这个小妹吼，我够保证的啦。头家娘，啊那安尼，我即马等下看行李，等你来找你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那安尼我先来等哦、嗯，再见。多谢哈、哦。哎，又有新来的小妹可以帮忙工作嘞。我跟你说哦，这种乡下来的哦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定做不久的啦。好像是哦，哎，对，不要顾着聊天，哦、好啦，赶快做事。来，就是这间啦，啊，你睡一顶床。好，这只桌啊，你嘛会用用。多谢头家娘。嗯，咱即摆过来拢是家己人啊，莫头家娘、头家娘一直甲我叫啦，叫我金姐就好啊。金姐姐啊，你看啦，反应紧，嘴够甜。我上喜欢你这款查某囡仔，对啦，你拄好入来，做阿妹啊，可能会较辛苦哦。啊，想讲哦，你会大大啊学，我会看你的手艺学到啥物程度，豆豆啊，先你做助手。啊，搁有，你若学较紧嘞，欠一两年这个经验，无得较有可能，真紧就先起来做设计师啊哦。金姐姐啊，我一定会认真拍拼，袂让你失望啦。好好好，啊，无你先整理一下，我先来无闲。嗯，多谢金姐姐啊。班啊、喔！我本来今仔日就要开始上班啊，安尼要哪会紧啊？啊！你真正要店迄间店做？哎，做了伤忝的。啊是这间店，你感觉袂合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一定无问题啦。无啦，阿妹啊，阿母的意思是讲吼，你若做了伤忝，阿母，我无闲干干啦。喂，阿妹，阿妹啊！阿妹是甲你讲啥呀？讲真实要伫台北做啊啦。哎，你下摆想要甲扭转来啦。阿妹个性你上了解啊。伊若决定要做诶代志哦，若是无成功哦，无达到目的，伊是无可能放弃诶啦。我就是未放心啦。我看我也是来台北一趟，看是毋是照伊讲诶安尼啊顺利。啊，较准若伤艰苦，也伤忝吼。我就随甲带倒转来。哎呦，伊才拄去一两工尔，你着想要甲扭转来啊？啊？莫戆啊！这个时阵你若有法度扭伊转来，我才输你啦。喂，唔管安怎啦，我过一阵嘛吼，我一定甲带倒转来啦。小姐，换你了，来这边请。阿梅啊，哎，来把外面地扫一下啊。哦，好。今天要做什么发型？好，我们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觉得你应该要修一下了。好啊，后面头发都是毛的。对，台北的客人真的很不一样哎，大家都很能接受最流行的东西。帮每一个人做不一样的设计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啊！红姐，她头发好了，好，你可以向这位客人说一声，你要洗头吗？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小姐。
干。你头发该染喽。秀梅，啊，地板扫好了吗？啊，扫好了。他要洗头，帮他洗吧。哦，好。这边是这样用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要先把他的发根吹干，懂吗？好、哦，吹干，这样后面要吹起来的那个造型才会漂亮。什么样的掌纹都能够握住需要你的手，不管面对多少挫折都能在逆境中找到出口。阿母呀，时间紧嘞，外口足多人，你等要洗。哦哦，好，人客一直来。阿玲哦，看完你吃饭嘞，阿吃饱，我嘛洗洗，好，紧来哦，好啊，来。行李就无用，吃太紧了哦。哦，好。你来吃礼拜呀，吃快些。嗯，就好哎，我不想停着。今天来吃快，吃紧了哦。好。好风水锁又裂了啦。要走在倒啊？阿华讲要去看电影啦。嗯，即摆即个时间哪有电影通看？赶最后一场啊。嗯，恁两嘛真够享受呢。工课无用几工啊，还够有时间通看电影。哎呦，我们已经忍耐到最后一天嘞，今天再不去哦，就要下片了啦。嗯，好啦好啦，紧去啦。阿嬷先我等啊。好。我啊，即摆店咪剩你一个啊，啊，你爱豆豆啊收啊？我豆豆啊收，真紧就好啊啦。我嘛要找朋友交花啊钱啦，嘛无法度甲你倒收。袂要紧啦，我家己慢慢来收，啊，店内工课我加做寡，嘛较紧熟啊。嗯，你安尼讲嘛对啊。哎，你敢若暗顿也袂食吼？对啊，啊，一直咧无闲。唉，你看啦，搁害你遮尔晚食才暗顿。无你紧收收的，一定爱会记吃哦。好，我来哦。嗯，再见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怎么办？旧伤又在痛了。不行。我不能就这样被打败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喂，你好，阿美啊，二姐，怎么啦？你晚上有吃饱吗？出来吃宵夜啦。哦，好啊。嗯，好，待会见。
师。啊，你走路怎么怪怪的啊？腰在痛哦？没有啊，哪有啊？还说没有，你走路明明就怪怪的啊。那是因为我昨天上班一整天都穿你送给我的新鞋子，你也知道新鞋会咬脚啊。这样啊。老板，量完阳春面哦。谢谢老板，快吃啊！我去切点小菜给你吃啊，哈！啊，不用了，二姐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吃饱一点，晚上比较好睡啊。我怕吃太饱会胃痛啊。你现在胃会痛哦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如果吃太饱的话，胃会不舒服，不是说现在啊。就好好继续打拼。